周一新唱一首歌，可是因为我当我在学那个那个这首《一念执着》的时候，我有上网去看这个歌曲啊，那么我发现那个阿兰就是原唱者、主唱者，她是一个藏族的姑娘，那她的歌声真的很美，人又长得好漂亮，瘦瘦高高，皮肤好白。那她的歌声哦，她唱的歌曲有时候是很温柔婉约，有时候非常的高亢。那因为那种藏族啊，就是原住民，他们的歌声都非常有穿透力，非常的好听，我非常崇拜她，所以我想说，我一念执着，我一定要把它背下来。我一定想要把它背下来，因为他是我的偶像，所以我今天想说，我也试试看。那等一下如果忘记了，拜托帮助我，拜托我一下，因为降低，对，降低，对，因为那首歌真的非常好听，而且那个《步步惊心》也很好看嘛，哈，这个主题主题曲非常好听，谢谢，谢谢大家再给我多唱一首歌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其实我今天声音真的很哑。世界之后，只好。
声越来越